指房价不合理高涨，央行昨天下午函请各相关金融机构提供房贷资料，金管会随后跟进表示，将采取相关金融监理，避免银行对不动产抵押放款业务过度扩张。财政部更允诺缩减持有国有地建商土地建筑融资的成数，各部会联手希望避免行库变相助长炒楼。高雄甲仙强震之后，今天学者团队实际调查证实，是来自于一条长度十几到二十公里、西北到东南走向断层能量释放。学者表示，以地震科学防灾的角度来看，发生地震释放了一部分能量，找出断层构造，也对未来防灾有帮助。财政部所属事业机构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被立委指出，去年投资股市获利近8亿元，董事长陈松柱却违法私自分红7700多万。财政部长李树德表示已经展开调查，台湾金联回应报道数字和资料都不正确，关于有价证券投资奖金发放将送交财政部处理。卫生署长杨志良昨天以无法达成行政院指示、75%民众不受健保调涨影响的方案宣布请辞。今天再提辞呈，吴敦义表示将与杨志良详谈。署长任内7个月，历经美牛风波、新流感疫苗，尽管各界褒贬两极，杨志良的坚持陪伴他走过政治风雨。健保改革该如何做？民众在乎的是一个便当钱，还是对健保的合理管控？庶民经济和公平正义似乎暂时无法在健保改革方案中找到答案。观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这波，我是主持人陈信聪。咱今天来讲这个健保费到底该不该调涨，以及之前应该说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呢，为了坚持他整个健保保费调涨的这个版本呢，在昨天闪电请辞。虽然说目前包括行政院整个都在极力的慰留杨署长当中，可是很显然他迟疑甚坚了哈。其实我们想问的是说，从10年前到10年后的今天呢，整个台湾的卫生署长已经换了8个，10年换了8个卫生署长，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真的因为政党轮替？是真的因为台湾是民粹在治国专业的这些论辩无法在台湾实现？还是说到底台湾整个问题出在哪里？另外呢，杨署长坚持的这个版本，所谓的是每个月每一个人多交一个便当钱，特别是在所谓的军公教跟一般的受薪阶级当中呢，一个月的保费呢多缴78块，这么一个便当钱，民众为什么拒绝多出？因为根据杨志良的说法呢，如果说健保保费也不涨，然后又要要求所谓的健保不倒的话呢，他绝对做不到，因为他不是上帝。那么到底我们能不能接受所谓的健保保费调涨？调涨有没有道理？在调涨之前，是不是要先做到先把北高的欠款先追回来，或者是把药价的黑洞，或者是所谓的福报然后滥用浪费的这些问题先解决，还是说可以同时来并进？我们今天好好来谈一下健保该不该涨，以及杨署长为什么要辞职下台。连介绍今天3位特别来宾。首先我们欢迎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同时也是现在卫环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杨立环。王委员你好。新中好，各位大家好。我们再欢迎高雄县医师工会的理事王宏玉。王秘书你好。你好，大家晚安。我们欢迎民间监督健保联盟的发言人滕希华。希华新中好，大家晚安。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杨署长要下台，他所坚持的这个费率的保版本究竟是如何，有没有道理？我们来看看。多次公开表示要调涨健保费的卫生署长杨志良，在昨天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，闪电请辞。我深感我个人能力有限啊，力有未逮，不应该尸位素餐，即日请辞卫生署长一职。啊，一职以宽不贷，我们只能做到啊，大约有59%的民众不会调整保费，而有41%的纳保者会受到影响。杨志良说，在经过各项试算之后，目前能救健保的方法就是必须调高40%民众的保费，但这却和行政院长希望只能有25%的民众保费有影响的想法有所差距，无法做到行政院的要求，他选择请辞负责。他也坦言，健保费率现在不涨，年底又有5都选举，更不可能调涨。5都选举的名单各党的提名出来了以后，大概就没有空间了嘛，到时候一定这些5都的被提名人呢，或者他自己要参选人，大概就，马上就进入这样的状况嘛。所以我对年选举真是蛮有意见的。
面对杨志良的突然请辞，事前毫无讯息的行政院长吴敦义也吓了一跳。昨天下午，吴院长还陪着马总统参加妇女节活动，但就在杨志良要举行记者会前的十分钟，吴敦义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立刻起身向外走去，而通话的对象就是卫生署长杨志良。而一直到今天上午，吴奎表示他不会同意杨志良的请辞。那个杨志良的辞呈，你会听吗？我已经退回了，未留他。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，人不要轻易就走。杨志良从今天开始请假，上午也没有出席立法院会。虽然吴敦义表示要极力的慰留，但在健保费率调整、行政院、卫生署不同调的条件下，行政院又要怎么留下杨志良呢？我们先从原本来开始谈起啦。为什么杨署长要坚持要调整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健保财务的整个大的漏洞的问题。民国96年的时候呢，健保亏损短缺了126亿新台币，97年少了260多亿，一直到今年底，民国98年大概是少了588亿左右，大概是将近600亿，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有600亿的这个缺口，怎么解决？杨署长说要涨价，费率要调整。如果费率不调整，而整个收入支出没有太大的变动的情形呢，明年底呢，我们会亏损大概1000多亿新台币。到民国101年呢，我们会亏损2200多亿的新台币。这当然就是说，到底健保会不会倒闭的问题。如果不倒闭，那么政府就要拿出2000多亿来去补贴健保，这个是不是大家所乐见的？杨署长提出了一个版本，要怎么调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卫生署的版本是说，从月投保从24000块开始调起，费率呢从原本的4.55%调整到5.09%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原本呢是24000块这个集聚的话呢，每个月缴的保费，因为一个人每个人是负担30%，那一个月本来是缴328块，变成要缴366块。换句话说，每个月多了38块钱。然后呢，雇主负担呢多了，每个月多了132块。政府也多了负担每个月22块左右，可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，是本来我们的集聚最高那一级呢是只有131700块那一级，现在呢新的想要调整的方案呢是把最高集聚拉高到182000块，如果原本你是缴131700块呢，那么每个月要多缴213块，这是指一个人，如果你有其他的眷属的负担，当然要跟着调。雇主要多了一个人，要帮他多缴700多块，那政府要多缴21块。可是另外呢，如果说你是真的收入很高的话，超过182000块以上的话呢，每个月你要缴的是2700多块的这个健保费，然后呢，雇主要多负担9000多块。换句话说，除了民众很担心说，我一个月可能不拿这个变动钱以外，那些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的老板，最担心的是他整个人事成本会大幅增加。如果说你是雇主，是老板自己的话，你的费率当然是100%，然后呢他整个增加的情形也会变得说要增加到3000多块这个部分。那另外呢，现在甚至说，如果说你是低于24000的，或者是其他类的呢，大概会有59%的人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调整而受到影响，因为政府会做补贴。可是这个版本呢被行政院否决掉，行政院说不行，这样影响太多，你还是有41%的台湾民众要被迫涨价，政府只能接受25%的民众涨价，75%的人是不受到影响。我请教委员了，如果只是因为比例的不同，杨署长说我没法度啦，我最多就是做到59%的人不受影响，我调整41%。行政院说，你一定要做到75%的人不受到影响，只是这个比例的问题逼得杨署长一定要下台吗？实际上内容是为什么一定要下台我不是很清楚哈，但是这个所谓的比例的这个部分呢，我这个下午我在质询吴院长的时候，他也讲说他也没有坚持一定要所谓75%不受影响。是，那如果说真的75%不受影响的话，那这个是很困难的，很难达到。第一个就是说你除非你把费率做个这个分别有差别费率，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这个高所得的这个部分呢，你变成要
往上拉很高，是那往上拉很高的时候，底下这个中低收入的人全部都不增加的情况之下，那这个比例就要攀升很高。那如果是自己本身是这个没有固定